大家晚上。更新了吗？哦，真的更新了。在看韩剧，还有点偏科幻一点点。晚安，嗨，晚安。他们的真情告白，没有，就是单纯的看。为什么那么热啊？这个奇怪。哎呀！什么？好酷、哦！谢谢 CKNK 的盛典红毯，它看起来比较像车车，不像只有一个红毯。这云就还有车，为什么我只有讲红毯？但是我还没有看完。我也是厉害。不一样的枫叶，对啊，因为懒得用刘海。哇哦，我在哪里啊？少来吃了。OK，我要就是惊吓了屁屁了。怎么办？我现在重点是我现在不知道干嘛，这是重点。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是要去哪里，好烦啊！怎么办？我不知道你是要去哪里呀、啊，看不懂。我要怎么？我怎么？完了，我突然不知道怎么上二楼了。哎呀，好烦啊！这要怎么过去啊？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好难懂哦。等一下，
进不来。OK， 很好，很好。啊，房子怎么那么暗？这里太暗了啦！等一下，这是哪里啦？你说，我完全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去哪里的我，怎么看是哪里？欢乐之厅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银戒指，还有东西吗？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东西？怎么看不出来有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什么什么什么？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！我刚开启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这么啊？啊，关起来了！我用什么东西？现在太光都没关系，电好暗哦！太可怕了吧？这里是哪？不是，还是红红的耶？我少了什么东西的吗？嗯，看起来没有啊。啊，そうだそうだそうだ。啊，やばいね、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。やっぱりな、これね。はい。あるあるあるよね、ある。あったあったあった。イエイ、碎片。我想说少了什么东西，怎么还红红的？谢谢阿文的吊坠，谢谢康姆的 love， 谢谢阿文的玫瑰，嗨，晚安。我们继续玩，对，我要开始被可怕的大 PT 追杀了。哦，可是我要两只没有解决，好奇怪。怎么办啊？我的药水不够用了，讨厌！啊 ！I'm scared. Okay, okay. 啊！どこ？どこ？どこ？是哪里呀？什么地方啊？哦，武器库，武器库。嗨嗨嗨！Oh no! Oh no! 嗨嗨嗨嗨嗨拜 ！Oh my gosh! Oh my gosh!等一下，用力攻击！等一下！等等！等一下！待って、どこ？换枪！どこ？どこの犬呢？啊！等一下！啊！你刚明就按防御 ，Hello， 大姐。大姐，可以等一下吗？
我在思考要怎么用那个地雷，因为我没用过。有事。我在浪费子弹。Yes，Yes， 解决 ，Very good， 但是我没有地雷了。思考中。OK， Mamma Mia。OK， 嗨。不会爆炸啊，好像要射爆它才会爆，好奇怪哦。OK，OK，Yep，、okay. okay. yep. 嗯哼，安解决了，然后呢？哎，还要回去哦，不要，我要那个大屁屁耶，怎么办？啊，好烦哦，不想回去面对那个人。不是啊，可是这样的话，但他门关了耶，但他开了，可是这样子我要怎么拿那个面具走？他这样关起来了啊，我要怎么离开啊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办？这里又不能走。这样出去的话，怎么拿那个面具啊？好奇怪哦！不会爆啊，他刚过去的时候就没有爆，好奇怪哦！我刚把他炸掉的，还是他刚走过去的时候爆掉的？好奇怪，我也不知道。总之就是他过了很久才爆掉的，可能一直没有人走过去吧。怎么办？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出去，因为我要拿那个面具走啊。可是如果不放那个面具的话，我又不能离开那里，他门就关起来了，我走不了。可是我需要那个面具啊，怎么办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没有面具的话，我要怎么离开？不是啊，我要怎么走？看不懂。有人会玩这里吗？我拿到了什么欢乐面具吗？可是他不让我走啊！我拿了的话，门就关起来了耶。怎么办呀？不是啊，那这样我的面具要怎么办？它就只能放着哎。Why? What? 나안돼뭐가나이아难懂哦，看不懂。谢谢剑舞的枫叶鹿角，可是它放不上去啊，他说不行。
他说此物品不能放在这上面。我拿了啊，什么兽骨标本不是吗？可是他不让我放，他不让我放标本啊，好奇怪哦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不让我放标本？这样我要怎么出去？好奇怪。懂为什么？还是我要先拿起来倒立之后，我看看。检查，然后翻，嘿，松掉，白痴哦，就知道，可恶，我果然是智障。Okay, I got it. Let's go. 我现在思考一下我要去哪里。等一下，思考一下在哪。好可怕哦！啊！ Oh no. Okay.等一下，我现在迷失方向。我想想，再要去哪里啊？下去吗？下去感觉就会遇到他了。No. 太可怕了！等一下。他上来了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下去，太难了吧！拜拜 yeah, ないです、ないです。見えない。我的是何見えない。不行。我现在思考要怎么冲下去，因为它在下面，你知道吗？太难了，等一下。他不会进来这里。啊、哦、天哪！
冲冲冲冲冲冲！冲啊冲啊！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呜呼 ！Hi hi dude！ Hi hi dude！ Oh my gosh！ So excited！ 可合成，你知道什么合成？OK， 他没有药药，我需要药药，好可怕哦！所以呢，你就是从他前面跑过去某个门，哈？从他前面跑去开某个门是怎样？哪个门？好可怕哦！好、哦，思考 ing， 怎么办？我不敢求求妈妈。你呀、啊！啊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Oh my god！Hi! Hi, I'm here. Oh my gosh! Woohoo! 太可怕！哎呦，没有药草。上去，他上去 ，OK。等他上去，等他上去，好可怕！太可怕了，等一下。他就消失了。OK。是哎、欸，哦，我怎么猜对的？好厉害哦！他说哦，随便放一格看看好了。OK， 先存档。OK， Oh my gosh！ OK， 嗯，然后再要去哪里看一下？这应该需要吧？中庭饭厅。我是要去哪里？巴巴拉巴拉巴巴，我走错边了，啦啦啦啦啦！Oh my gosh! Oh my gosh! Okay, where am I? No.
告地图 ，OK 地图。哪里有歌剧院？啊，歌剧厅，上面的地方。我在哪？我在哪？我在哪？啊！好烦，好紧张啊！发现这么久。OK。哈？垃圾！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Where am I? Wow. Okay. I'm in where? 这里怎么会有怪？天哪！等一下，我在哪里？亮亮是亮亮，OK， 亮亮，我把它打下来 ，OK， 什么手术后第一日？嗨，大家晚安。谢谢，我打转努力，好可怕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可是我还有两个面具，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，好烦哦。嗯，你在哪？好烦。步枪的，这是哪里啊？天哪，这地形也太复杂了吧！是哪？嗨。球球，我拿到球球了！哦，哇哦 ！OK OK， 我在哪？我在哪？我是谁？拿完了吗？拿完了。OK， 要怎么下去？啊，那里可以下去。等一下哦。啊，那个门怎么过去啊？好可恶！嗯，可是他没有钥匙，这不行啊！啊，想要过去那地方，嗯，谢谢。Okay， 在歌剧厅。I'm so scared.
检查，选择勤俭。Oh my gosh， 不是吧？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哆瑞哆瑞咪咪哦，不愧是没有白学我的钢琴啊！呜呜呜，やばい、なに？あ、あ、キーだ！やばい！やべえ！俺すげえな！还好我有学钢琴，只是太久没看谱，然后要看久一点。那日记怎么都那么的可怕？哦 ，yes，sorry， 是哪？是哪？还有东西吗？还有东西吗？东西的感觉，嗯，没有了吧？啊，钥匙拿到了，嗯，还有东西啊，在这里，我要 ，OK， 啊。刚地方 ，OK， 嗯，我在思考大家要去哪里。啊，过的人应该大都不会钢琴吧？不知道哎，我怎么会知道他会不会？谢谢，会看谱就会啦。谢谢大家小礼物。啊，然后遇到刚刚的地方。そうですよ。そうですよ、愛してない。バカ。うわぁ、逃げないで。今までの人は喜んでたわ。喜んじゃないです。私の一部になれるっていうのに。
もう逃げないでよ。もう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せーよーし、バイバイ。はい、さよなら。はい、さよなら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イエス、はっはっはっは。 I am so smart. Oh yay. Oh yay. Oh y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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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y. Okay. Then. 聪明的我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应该还有东西没剪吧？刚刚不是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亮亮亮亮在这里？嗯，没有吗？嗯，还有东西吗？嗯，有什么手拿的吗？红红的嘞，我少拿什么吗？不，啊，还有，嗯，这柜子不能开啊，嗯，天哪，我已经快没有药水了，刚一直按错。这里，嗯，为什么这样？红红的呀？这有什么亮亮的？嗯，有吗？这里有两亮吗？然后我就不知道去哪，好像在另外一边的门，这个门不知道能不能出去。什么奇怪的声音？哦，就这个奇怪的很多铃铛的地方，五钟齐鸣，所以我要敲每一个五个钟这样。对啊，现在收集面具超可怕，记得拿面具。有的，哦，我刚刚就从他身后身边窜过去，超笑。OK， 然后
第一来着，然后我想一下哦，第二应该是这个，这个要打到有点难。太高了。OK。嗯，我真的不太记得那几个在哪里。还有一个呢？哦，完了，我真的不记得最后一个在哪里。哎，这个在哪里啊？哎，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，わかんない。这个中在哪？画模啊，看不到啊。桌上一个，那里一个，这个在哪里 ？Oh my god， 神经不好的我。不知道智慧啊，見つけた。あっ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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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よるよるよる。うう。うう。わお。Yes。Yes。Great。はい。Oh my gosh！ 我真的要进去吗？我应该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存个档之类的？好害怕。OK， 我进来了。OK， Hi， Oh my gosh， Oh my my， Oh my my， 我怎么觉得这边会遇到很可怕的东西？因为我已经打完了三个了，怎么会很可怕？哦，这里没什么，太棒了。OK， Let's see。果然有看过，还是比较快可以那个，但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我要藏宝图，看不懂。Treasure kitchens， 那什么念啊 ？dur 吗 ？dur 不念 ，dur 不念，完了。kitchens， 然后再过去。厨房下一个是哪？看一下的地图。阁楼屋顶顶楼，这是看一下，这厨房哪里有厨房？厨房过去，厨房过去是什么？他没有写。死花之匕首，念起来怎么那么奇怪？死花之匕首，面在哪里？这应该就是那个宝藏。耶、yeah, ，我知道你会起来，所以我先砍你。哎呦，被砍了。Thank you, thank you so much。咦，他不让我拿。
东西了吗？我怎么记得这个好像之前不赖卡很久，看来是以为没有东西了，那我也找很久，因为我也没看到什么东西啊。嗯，找什么？这个视角转太久，真的会超酸的。因为它转速有点慢。哪里有枪？哪里？哪里？我又就是我就是那个找不到枪的人。哪里有钱？玩的不知道在哪里。在纸上有很显眼吗？可是，还是我还没走过，应该是还没走过。哦，还没走过啦。然后什么东西？我满了什么？满了，我要丢什么？天哪，这什么？辅助器，后坐力。那怎么办？包丢什么？包满了。提升火力。算了。堆叠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我好像没有办法这样。步枪太大了，塞不下。我想想。零食篮不能丢弃哦，好吧。他不能丢弃，那我要丢什么？怎么办？丢不了东西，我的东西太多了。那就算了，先。取消好了，嗯，可以。应该就只有那把手枪，那把枪步枪而已。OK。
枪法很烂，也打不到，我没打到的啦，太远了，我没办法射，太远了，散弹枪不能用，散弹是不行。可是他们太远都打不到，难怪他要用步枪，因为散弹枪有点难瞄，散弹枪比较不好。这可以丢弃，可是他不能先放着吗？然后再那个就是捡起来之类的。不能，我的装备太多，我的东西太多了。看一下哦。不行。不能丢弃的物品，有不能丢弃的物品啊，好烦啊，怎么办啊，不能丢啊，我说我不能捡起来，捡起来要怎么办，我捡不起来耶，怎么办，他不让我丢啊，把改枪的改一改，不知道怎么改啊，要怎么改哦，然后呢，可是我其实没有什么，怎么办，我不想丢我的子弹啊，我怎么还要翻啊，呵呵可以捡了吗？不行，我捡不了，我都合完了，没有空间。看一下哦，炸弹，丢了多的子弹，再见，我把你丢掉。可以捡了没啊？哦，终于！可是我怕我射不准，怎么办？它在乱飞。哇，太难了吧！哇，这好吃技术哦！等一下，而且我刚明明就射掉了一只，应该只剩三只了吧？OK， 哦 OK 为什么有四只，我刚刚就射掉了一只啊，这样应该只剩下三只吧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四只，我刚刚就射死了一只，哦，它一直乱飞，有欸，有子弹欸，笑死我，是要飞多久，我问他，他飞好久哦，Oh my gosh， 太难了，它一直飞。
天哪，真的是不行。没有，刚刚打掉一只，刚用我的散弹枪打掉的。它太会乱飞了，是要飞到什么时候？yes， 就差一只。门票飞去哪里？嗨，oh gosh, sorry。它会飞过来，我想说好像最后一只会飞过来，没办法自己找它，讨厌死了。然后呢？看一下哦。然后搭电梯，等一下，丢弃。没有，我还有步枪的子弹，你快笑死。不要。它是不能丢啊。真的，枪不能丢掉。那我要它干嘛？不是，我说枪我要丢掉，不是没有捡到好吗？我要把枪丢掉，我不需要它。他不让我丢。好吧，算了，他不让我丢。No no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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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。没有，好吧，不能丢掉。谢谢。那是冲浪失败。
我要下去了，会不会很可怕、啊？哦，我到这里了，我回来这里了，太可怕了吧！自己先不要摸。哦，在这里点点，想到这里有点点哦。嚯嚯嚯！我又回来了，我回来这里要干嘛？我有拿到面具吗？没有。哦，有。OK， 好可怕，我不要回来。太可怕了，逃进来了，快笑死。買取りも信頼安心の適正価格。新しい品を仕入れましたよ、ウィンターズ様。今後もご贔屓に。OK。迷宮。是这个吗？哦，真的耶，怎么办？我不会玩这个。然后呢？然后它卡住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它从哪里出来啊？我看不懂。啊，なるほどね。然后我听到它的声音了，它走路的声音。我可以用这个用很久耶。存档。哦 ，OK。杜克，你不要吓人好不好？很可怕哎。真当，还有一个。
个面具是哪里啊？真的不知道，怎么我现在往哪里走？这次我现在又是一个不知道往哪里走的状态，最后一个在哪里啊？我还真的不知道最后一个在哪里了，完了！我刚刚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破的，就是一直乱跑乱撞，然后就莫名其妙跑到这里来了。谢谢太空的海豚的守护，谢谢阿姨。完蛋，我现在不知道去哪。谢谢阿法的巨烂。谢谢幻天使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幻天使的冲动失败。哦，对，刚刚讲过。啊，我觉得我都去过了啊。然后呢，中庭还有很多红红的，但是去玩了，这还不知道去哪里耶，怎么办？还有一个在哪里啊？还有一个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还在哪里，完蛋了。面具的门，那不是进去过了吗？还是还不能，还没有开啊？那个门，还没开吗？有吧？面具的门，那不是开过了吗？是吗？是那里吗？哪一个？二楼有面具的门。可是我记得我都去过了啊。工作室过去吗？喜悦之厅去过了。去过吗？有吧？不是去过了吗？三个啊，所以我现在差一个。我刚拿到喜悦的，欢乐喜悦，还有第一个忘记什么悲伤吗？反正就是差一个就对了。就是我不知道最后一个在哪里。最后一个不知道在哪里，白色面具，二楼，现在不敢出去。啊，好痛！因为他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。我先上来。面具，往哪边走啊？过了呀，还没去过吗？这我来过了，那还有哪里？二楼是大厅的二楼吗？等一下，哪一个二楼啊？我不知道你说的二楼是哪个二楼，但是大厅的我来过了呀，是哪个二楼？哪一个二楼？
现在是从主厅上去的二楼，哎，你是说哪个二楼？太多二楼了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。虽然我现在也是在二楼，可是我觉得你的二楼跟我的二楼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不是在楼下吗？那要搭电梯上去吧。可是这里不是，嗯，等一下哦，看一下在哪。啊，走楼梯。哪里？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哪。总之呢，我爬到那个很奇怪的阁楼。对。嗯，屋顶。屋顶是上得去的，吓死了。嗯，对，好像是在屋顶。Oh my gosh！ 你要下去了吗？嗯？霸气哦！等一下哦。还是不知道你在说哪。它只能往下问往上哦，哪里有楼梯？没有楼梯要三楼吧？有楼梯要三楼的吗？有三楼吗？刚去过了呀，那要怎么上去？那里没有办法上去吧？那里是上去的吗？嗯，很像之前放眼睛的门，所以是那里吗？还是不是？是不一样的地方吧？它不是黑色，它是蓝色。然后我不知道哪里有两个楼梯。我在哪？我在欢乐大厅，欢乐大厅，欢乐之厅。它没有楼梯了啊，它只有两，它只有一层楼梯啊。它没有别的楼梯了吧？
没有，它只有一个楼梯啊，它哪有两个楼梯？哪里啊？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哪里耶，迷路的我。我在更衣室。他刚刚从我后面走上来，你知道吗？超可怕哦！什么意思？吓死了！他走路声音真的很可怕啦！不行，我还是不知道去哪里耶，怎么办？二楼不就这里而已吗？还有别的二楼吗？你说厢房呢？等一下，我还是看不懂。露台那里吗？好像也不是啊。往右走两，哪里有大屁股？右转往上，可是它没有楼梯啊！我在大厅呢，我是从主厅上来的呢。这里哪里有别的楼梯？没有吧？你是说地图的哪里啊？你有没有地图的详细的那个地点跟我讲会比较清楚？你只讲楼梯，我怎么知道是哪里的楼梯？我在是什么？反正就是往主厅的地方走就对了。我在主厅的二楼。啊？没有啊，一楼往右转有两个楼梯吗？没有吧？你说天使雕像那里吗？还是哪里啊？你讲的一楼有很多一楼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要跟我讲一楼的哪里的右边。你只跟我讲一楼，我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啊！耶、yeah ！我先不要出去了，太可怕了！啊，哪里啊？右转一楼的右转就不是一楼，就不是二楼啊，它还是一楼啊。可是你右转出去不是楼梯啊，它还是那个，它还是只有平面的，就不是楼梯啊，很奇怪。是说往卧室那里走吗？应该也不是吧，卧室那里也是平地啊。嗯，它那里没有楼梯吧？嗯。嗯，是往门厅那个地方吗？还是哪里啊？看不懂。中庭。如果你往下走，在天使之厅那边右转的话，那边还是只有一楼啊，那边没有二楼啊。嗯。它没有楼梯啊。这是要往厨房那里走啊，饭厅、厨房，嗯，厨房上去吗？这个是迷路中，对啊，那是旋转梯啊，但是也是二楼啊，你走上来就是二楼啊，不然呢，你旋转梯上来就是二楼啦，嗯。好乱哦，这个地图我都看不懂。天哪，好难哦！没有阶梯呀、啊，一楼没有阶梯。
在哪里？没有啊，他就没有楼梯了哦。他哪有楼梯？你可能要进一个房间，他可能才会有楼梯啊。他就是没有别的楼梯的。记得怎么过去那里？天哪！为什么这是迷宫吧？这里自己觉得是迷宫。但是没有啦，这里没有别的楼梯。Oh no！右转没有错啊，可是右转后面就没有楼梯了呀。白色面具，我没有把看到白色面具啊。白色面具有啊，我进来啦。是那个白色面具吗？之前的那个。哦，可是我进来，但是这里没有二楼啊。你就从更衣室过去吗？从更衣室好像也不是。嗯，进来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是往哪里走。嗯，应该不是这里吧？奇怪。嗯。可是我已经开了啊。我开过了，我早就拿完了这个。嗯，可是那也就是连接武器库的呀。它能上往上走吗？可是那里没有路可以走啊。这里没有路可以走。就说我来过了啊，就不是这里。拿完了，之前就来过这里了，就是那个要换羊头的那个，啊羊头，嗯，这我早就来过，这是我第一个地方。还有一个在哪里？声音好像在上面。例如走过了，这是我第一个走的地方哎。过了 ，Hello， 你们在听我说话？我打完三个姐妹啦。嗯？天哪！我想想，还有什么地方没过？真的是迷宫耶，中
我放了，不是我放了吗 ？Hello， 是我第一个放的耶。那里就我那里已经过完了 ，OK。就是我那里我是第一个拿到的，不是第二个拿到的。嗯，差哪里啊？奇怪。我要来找看看。他们的影片在哪里啊？有点久远。啦啦啦啦啦 ，Hello， 安安。我的顺序跟他顺序完全不一样，快笑死！好可爱啊，快消失。晚上走的点跟我走的点完全不一样，但是他最后一个应该是缺那个。嗯，直接打过了。这鬼，到底缺哪些呀？
看长辈那个哎、悲哀的好像第一个地道你知道在哪里啊打最后一个的时候吗？我拿的不一样吗？这个地方我来过了呀，来过了吗？So cute。啊？哦，他去找宝物。在哪里？怪笑的，还是看不到。没拿过最后一个地牢的，但我拿过地牢的了。我拿了地牢屋顶，坐电梯前。坐电梯前，屋顶应该有吧？对耶，可是我没有看到啊，哪里啊？他如果很明显的话，我应该看得到才对啊，但我没有看到。马吉坐电梯前，坐电梯前有吧？怎么可能没拿？他不是很明显吗？Oh my god！ 不是吧？神过勾过去，什么鬼？等一下，那是哪里？好哦，Oh my gosh！ Bye！ OK，哈公所下来那里哪里我现在搭电梯上去了
那是哪、啊？我问错了。好、哦，完全不知道那是哪里。哪里有钩锁 ？What？ 那是哪里呀、啊？坐电梯前哪里 ？Oh my gosh！ 那就是顶楼啊，顶楼钩锁下去，钩锁下去，钩锁怎么下去？那你要怎么下去 ？I can get it. Oh my gosh. No, why? I'm so stupid. 哪里可以勾锁下去？对啊，对啊的东西，什么的东西？飞来飞去的东西的东西是什么？啊？下来哪里？下来，什么意思？勾锁哪里有勾锁？啊？下来，那里有一个有吗？你说电梯下去那里吗？还是哪里？哪里有钩锁？完全没有看到，玩都眼馋。哪里有钩锁？什么是钩锁？屋顶，我在屋顶啊，我现在住在屋顶啊，可是我不知道钩锁。Oh my gosh！为什么还有一堆？可恶，这个臭东西！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刚刚根本就没有把屋顶走完，快笑死！拜。没有啊，我没有用过钩锁啊。我看看，我的装备里面没有钩锁这个东西呀、啊，所以我想说应该是没有吧。蛮冷。耶，白布。看一下哦，我在无聊绕屋顶，绕屋顶。屋顶有什么东西吗？为什么可以爬这么高嘞？哦，哇，好好玩哦！还有，哦，走楼梯上去，哪里有上楼梯？哦，我好像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，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我好像看到了奇怪的楼梯，应该是这个屋顶上去的楼梯，要绕啦！它没有一刚开始就有楼梯啊，我还绕了一大圈呢。我看到了啦，哦，还要走一段路才会有哎，笑死我！哎。难怪没看到，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绕这个屋顶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就是一走来，然后我就去搭电梯了。你没有跟我说你要绕屋顶，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绕屋顶，刚刚就是我刚刚是直接去搭电梯，所以我刚刚就没有看到屋顶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完全没有走过屋顶。好笑吧？我找到了啦，笑死我，刚刚就没有走过啊。哎耶 ，OK， 然后我找到了耶，棒棒，好的，移动，喂。
蹦。OK。我找到了耶！愤怒。他叫愤怒，然后嘿，然后我要怎么走？再回去的意思吗？这是哪？愤怒之塔。对，对啦，就是扫这个东西的白痴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。很可怕哎、欸！好，我又下来了，我有找到楼梯了，但是我的屋顶没有绕完，硬要。你是扫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嗯，为什么还那么红？我要再绕一次，硬要。可是我是没有道具的。啊，不要过去就好了。看一下，嗯，没有怪物了。怎么还红红的？还好，这样都不用面对那个大屁屁阿姨了，都没有被他扫。哦，就我最前面的时候被他扫到过一次，太可怕！奇怪，怎么还那么红啊？是什么东西没用啊？嗯，都剪了呀，好奇怪、哦。看起来没有东西的、啊，嗯，对啊，看起来没有东西，为什么还红红的呢？哇，东西有时候好难找、哦，都看不到在哪。不。我选择死亡啊，不是、啊，还是没找到。我还没有放上去。我放上去了，然后嘞，然后他没有反应，我找 Duke 讲话，他没有理我哎，然后嘞，Duke 没有回我哎，我要找他讲什么，村长。从、okay. 哦开大门哦，哦，拜，嗨，我在这，你有看到吗？
好可怕、Okay. Let's go.就这样吗？就这样。我到了奇怪的教堂，礼拜塔，是吗？我是走错了。嗯，这是哪？哦，哎，打开。没有机会，真的，哦，是商人没机会，为什么？当然没有机会讲话，为什么？啊，不是有刀？太快了吧！我不用打他吗？还是笑吧？哦、，No！完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打他，枪。嗨，好恶哦、喔，太大只了吧？等一下是怎么打？No thanks. No. 还要把我带去哪？我在飞，我在天上飞。等一下，那也太大只了吧！我看不到他在哪。他去哪里？没有空间，棒棒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狙击的，这是什么的？等一下哦。OK， 散弹步枪啊，好，完全捡不了，因为东西太多了。等一下，我、啊、他去哪？我现在跟智障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药啊，我看一下哦。
跟操作混乱。他是要等我打他的意思吗？你太近了，你太近了，阿尚阿尚，可以吗？离我远一点吗 ？Please。他是要去哪里？他也是一个乱绕哎。它很容易消失你，我都看不到在哪。巨型往上爬，重见天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卡住了。等一下，哎，你哎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可以让我认个路好不好？啊，提供啥？完全没有听他在说什么。
浪费了好多子弹。呜，它掉在身上，黏黏的感觉。拜拜，大屁屁，大屁屁再见，好好笑，耶、yeah ！做的是我，我买的，我买的哟，哟，好丑哦。重见天日。嗯，又是。啊，天啊，好累哦。OK。然后呢？哇，我的枪都没有子弹了，快笑死！哦哟喂，嗯 ，OK， 摸什么？有那家吗？存档，是的，谁啦？喂，打完了一个王，天啊，好累哦。才打一直就打这么久，为什么空的？可恶，是空的吗？是空的，空空如也，没有东西的家，这是什么？不能捡，我可以，嗯 ，OK， 然后嘞？嗯，我要往哪里走啊？路痴如往。嗯，这里锁着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到这里。耶、yeah ！好累哦，刚不知道开了几枪，一下子换散弹，然后一下子换步枪，一下子又换一般的手枪。我打浪费了超多子弹，因为我刚刚完全打不到他本体，然后我就一直乱打，超好笑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支援，像我刚刚绕了超久才找到最后一个，好白痴哦。因为我没想到原来他的屋顶可以绕，你知道吗？那他说哦，屋顶应该没有东西吧，那我就走了。但其实还好，因为我蛮会闪他的，所以我没怎么被他找到，好笑。大家也辛苦了，陪我找路找那么久。后面这一开始这边鸡同鸭讲，然后到底是哪里哪里，快笑死！融得好快。
对啊，是冰。有是有，可是还好。因为有挡到它就还好。他刚才把我吃掉啊，吓死我！刚刚半个身体都在他嘴巴里，超可怕。你看他嘴巴也太大只太大了，这真的是世界对我温柔的，好好笑，太可怕。只不过呢，这种游戏不是有这种路痴，好好笑哦。这种路痴玩那种游戏才是太吃亏了，我真的是会一直迷路欸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那种。但大部分的时间都有完成，但是有些就是已经不想管了，不想遇到阿姨，我就只好走人。他就砍我的手，他很变态，砍我的手是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他想要折磨我，所以他就是只把我的手砍掉而已。不，重点是还砍我右手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右撇子欸，把我手砍掉，我就不能那个啦。哪里可以买到什么神奇水水？什么是神奇水水？谢谢暖风 kiss 猪猪。神奇水水是什么？就是要打那个奇怪怪物吗？这要怎么过去啊？这是什么？放那个桥下来。有什么机关吗？看起来没有。它不是应该会给个黄色的带带提示之类的？叫这个桥，我又来到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过的关卡，我卡在那个桥上。那个桥，那个桥，那个桥，哦，可以走到后面。哦，嘿，这是什么？可以用吗？我连藏宝图都没有拿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空空如也。打完了，那个大屁屁阿姨。接下来我要过桥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过去。完了，我是智障。它应该有个什么机关锁把，之类的。这个，它不是黄黄吗？不能。对啊。
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过这个桥。原来是智障。嗯。这个桥怎么向下来？就浪费我的子弹。哎，我过不去哎。卡关。不知道怎么过去的我。没有。我现在卡在一个很像桥的地方。哦，不对，我干嘛要？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过那个桥。二姨，智障模式开启。天啊，我怎么过那个地方啊？有啊，它有个桥啊，很像桥的地方，只是它没有放下来。我出来了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遇到，我是很平静的，对。而且有一个大奇怪的门，但它进不去。什么？它就可以下去哦 ？What？ Oh my gosh！原来是可以下来，现在发现，耶！智障如我，哦，有鱼耶，海鱼，可以杀来吃吗？原来呀，它这个门是可以开的呀！我刚想说，这个门我还以为不能开呢。陪我打完了大屁屁阿姨，大屁屁阿姨。喂，待ってくれ。嗯？哦，不是，这边有没有存取点？可恶！不是，什么意思？要把我关在这里？人家怕怕。哎，没礼貌。天哪！这要继续破关的意思吗？太可怕了！暗影魔师什么听起来就很可怕。
祭祀地。然后呢？我要干嘛？哦，是不是要放这个？突然很眼熟，可是我不知道放什么东西上去，什么都不能用，怎么办？然后呢？然后继续走吗？这应该可以不用理他吧？哦，哦，对啊，很可怕耶。哦、好多怪哦！哦，这里很多怪物，我还是比较继续走好了。遇到对我就很蠢的，感觉要很久才会遇到哎、欸。算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了，等下再，反正我有存档。OK。Yes， 今天就到这里，太可怕了。改天再继续，再来继续玩，继续破关。这应该好像没有变很浅，还可以再撑一阵子。嗯 ，OK， 耶！因为我刚刚已经存好了，拜拜。大家辛苦了，听看我迷路了那么久，在屋顶乱晃了很久，拜拜，谢谢太阳的玫瑰一的脸，对啊，看起来还好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